尊敬的诸位长辈啊，诸位朋友，大家晚上好。啊，我们了凡四训的课程啊，谈到积善之方啊，当中很重要的积善。 而种种的善行啊，可以说是包罗万象。那《了凡四训》呢，总结十个纲领。那我们之前课程呢，讲到第二个纲领啊，爱敬存心。 而这个爱敬存心呢，是十个纲领当中啊最根本的啊，因为有善心呢，才有善行。那善心呢，离不开爱心呢、恭敬心。包含我们十个纲领一开始与人为善啊举的例子。 宋王看到雷泽这个地方的人互相啊争夺，不知礼让啊，所以宋王看了很怜悯他们啊，因为人都是争夺的心啊，没有福报。福田心根呢，能看到这个地区往后的命运啊，而。 他每一个人的心性啊，都是在堕落，所以爱护他们，然后尊重他们的本善啊，进而啊，自己以身作则啊，来唤醒他们的本善。这也离不开啊，对他们这一方百姓的爱敬。啊、哦，所以我们谈到第二个纲领啊。 爱敬存心，这个对于我们个人修身啊，以至于啊呃齐家啊，我们下一代要有修养、有福报，都离不开长养他的爱心、恭敬心啊，包含治国，好。 这个治国，我们可以从啊自己当主管，带领一个企业团队。爱人者，人恒爱之；啊，敬人者，人恒敬之。啊，这个团体由于领导者爱敬，啊，它可以凝聚众人之力啊，必能成就一番事业。啊，包含。 这么多社会团体之间会有摩擦，会有冲突，主要是没有爱敬的心所造成。哦，所以有爱敬的心啊，可能社会当中啊种种的冲突矛盾，自然能够化解。啊，在延伸到国与国之间，有爱敬就不会打仗了，啊，不会有这么多的人祸了。 好，那我们自己有没有爱敬的心呢？啊，因为身修而后家齐啊。我们自己没有爱敬的心，怎么可能教育出有爱敬的下一代？好，好，所以这个以身作则、啊、就非常重要。 而事实上呢，我们也觉得爱敬他人是对的。哎，可是，在与人相处当中啊，不能常常提起这样的态度，不能保持。哦，所以常常呢，我们看到这些好的教诲啊，都很想做。 但是啊，会有挫折感，好、啊、像觉得常常守不住，常常提不起来。啊，当然，这个挫折感呢，也是烦恼。啊，这个挫折感呢，其实是否定自己了，是不尊重自己了。啊，所以我们能时时守住爱敬啊。 其实是恢复了我们的明德，我们本有的真心啊，这是我们本有的，一定可以恢复啊。哎，现在为什么不能保持呢？啊，染上了一些习气呀，啊，现在这些习气呀、啊、比较熟悉啊，但是这些是染上的，一定可以去掉，一定可以洗除。 啊，本有的爱敬，本有的真心呢，一定可以恢复。所以整个修身的过程呢，它是一个身处令熟，熟处令身的啊一个过程。啊，这个不能着急。啊，一着急呢，反而自我沮丧啊，自我否定就不好。所以本来。 爱心、恭敬心啊，陌生了、啊。什么熟悉呢？自私自利、自我中心，所以没有爱。啊、哦，本来高下的心，啊、哦，看不起别人的心，啊、哦，觉得自己高别人低了，这个慢心嘛、啊，比较熟悉啊。现在要转成呢。 时时能恭敬人，啊，这叫身处转熟，熟处转身，好、哦，来慢慢的与人相处，啊，念念为人着想啊，这爱心就熟，自私的心啊就淡了，哦，那时时真诚恭敬待人，这个敬心熟了，傲慢的心就淡了。 所以，从修身这个根本，自然能够啊，正己化人啊，达到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啊，去利益家人、利益身边的人。而我们看下一代，他人生的成败、啊，其实。 外在的这些条件呢，都不是决定性的关键。我们看，现在学历高的人，他不一定有爱人、服务人的心。甚至于呢，他顶着他是名校、他是硕士、博士的光环呢，反而上对领导傲慢，啊，下对同事傲慢。 啊，对服务的人呢，也不恭敬，哦，那这样的态度啊，很可能是成事不足啊，败事有余了。啊，有一所大学开了一个课程呢，题目就叫人生。哦，这个大学学校领导啊，非常有心。 哦，他看到了呢应该教导孩子、啊、树立正确的思想、价值观、人生观，啊、哦，这样才能呢、啊、打下他做人做事的根基。哦，那当然，现在这样的大学、啊、越来越多了，啊、哦，也认知到了从传统文化当中啊了解到做人才是。 事业成败的关键，好、哦，结果开了这门课啊，最后一堂课，啊，老师啊给他们考试，啊，出了三个题目，啊，第一个记得父母生日的举手，哦，结果这个女孩子、啊。 占比较大的部分，啊，男孩子少，啊，所以从这个现象，难怪，啊，现在听说啊，生女儿呢比生儿子好，啊，这生儿子好像现在是娶了媳妇就忘了娘了，啊，这只有太太了，没有妈妈了，啊，所以从。 这个情况来看呢、啊，啊，这个教育男子、啊，他要成为一家之主啊，怎么可以连孝都不懂的话，那这个家道铁定要中落了。好的，从这一些迹象啊，我们要有忧患意识啊，好，不能读了十几年书，连孝是做人的根本都不懂了。结果第二个问题啊。 问他们，说到你们在学校读书这么多年了，那个教学楼打扫清洁的啊，这一个工友，你们知道他姓什么？啊，了解他的姓名的，请举手。哇，几乎没有人举手。 几年的岁月啊，跟这样的长者见了无数次的面，可能连招呼都没打，更谈不上了、啊。哦，去关心他、请教他的尊姓大名，而这样的长者却服务了我们这么多年了，我们反而视而不见了。第三个问题啊，说有打过自己一巴掌的。 举手啊！这这第三个问题，同学们互相看一看，都笑了。说：假如不是神经有问题啊，干嘛打自己一巴掌？啊！结果老师啊，接着就说了：第一个问题啊，假如我们连父母的生日都不知道，我们不懂得人生要行孝。 行孝的人，他才有福；行孝的人，他才懂得去爱人。好、哦，孝是爱的原点呢、啊。好、哦，是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，谓之悖德了。啊，他连对他恩德最大的父母都不爱，他那爱别人呢，那是不可能的。 那是违背德行的，好，所以开发一个人的性德，是从孝、从爱的原点，延伸到他懂得去爱兄弟、爱邻、爱家族、邻里乡长啊，到凡是人皆需爱，凡是物皆需爱。所以，假如连爱的原点、爱的根他都没有。 那他在各行各业都不可能能服务好人，都不可能有成就。所以懂得孝顺呢，是当一个有用的人的基础。再来，长者为我们服务这么多年，我们这么冷漠啊，又不恭敬对方啊，连个感谢啊，连个尊重啊，问他个姓名。 下一次见到哦，陈叔叔你好，啊，张阿姨你好的这种恭敬的心呢、啊、都没有。那我们要了解，不管他干哪一个行业，百事之成呢、啊，要能成就，必在静止，就他恭敬，对人对负责的事，他都很恭敬，哦，包含负责的东西。 包含实用的东西啊，他爱护节俭。其败也，任何一个人，他的事业会转盛为衰，就是傲慢不恭敬了，他就要败了。哦，所以从第二个问题可以提醒到，没有恭敬心的人，他不可能在社会当中啊有所发挥。 他可能呢，到哪都是害群之马而已了。好、哦，那第三个问题呢，打自己一巴掌，这个含义呀，啊，哦、老师是要表达，你假如前两点都做不到啊，应该啊反省自己，好、哦，给自己打一巴掌，就是醒一醒，啊、哦，缺乏了做人的根基啊，这个爱敬的心。 啊，人唯有反省的态度，他的德行，啊，他的智慧能力呀、啊，才能在反省当中更提升，进而成为更有用的人。不然，学如逆水行舟啊，不进则退了。哦，而这个大学老师啊设的这三个题目。 啊，其实我们听了以后啊，也可以反思啊，我们当父母的人、当老师，以至于当领导的人，有没有重视啊，长养孩子们啊，长养这些后生晚辈爱敬的心啊？唯有德行的基础啊，他的家业事业。 才立得住。好，那，哦，所以，我们理解到啊，这个爱敬的重要。接着呢，经文呢、啊，讲到，啊，盖人有亲疏贵贱，有志于贤不孝，万品不齐，皆无同胞。 皆无一体，孰非当敬爱者？爱敬众人，即是爱敬圣贤；能通众人之智，即是通圣贤之志。何者？圣贤之志，本欲施事失人，各得其所，无和和何爱何敬而安一世之人，即是为圣贤而安之也。 经文接着分析到呢，人呐、啊，有非常多种啊，跟我们的关系啊也不同，有比较亲近啊，有关系比较疏远，有比较高贵啊，有社会地位身份的人啊，也有比较啊社会基层的人啊，这。 各行各业贩夫走卒，啊、哦。也有呢。至于贤不孝，这个“至于”是指的啊，有智慧或者没智慧，啊，贤不孝呢？这个“贤”就有比较有德行的，有德行比较欠缺的。好、哦，万品不齐，皆无同胞。啊、哦，人呢？ 千万种类别是不整齐啊，就像《弟子规》讲的啊，经文里面提到的，同是人啊，类不齐啊，而且流俗众，仁者稀。 那为什么会流俗众仁者稀呀、啊？主要也跟他有没有好的家教啊，有没有闻到圣教有关啊？这个跟我们后面再提到的护持正法他有正法，他才能明是非善恶啊。假如没有的话，很难不随波逐流。那虽然人有这么多差别、啊。 但是，皆无同胞，好，都是我的同胞啊！像我们中华民族有十几亿人，啊，以至于延伸到啊整个地球啊，是一个大家庭啊，休戚与共啊，息息相关，应该互相爱护哦。而且，每一个人跟我们一样。 都是有血有肉，都是有感情，都不愿意啊受到人家的伤害，都希望人家爱护他、尊重他，啊、哦，所以推己及人呐、啊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好、哦、啊，那当做同胞啊，应该都要尊重爱护，皆无一体。 哦，那这一句话很重要啊！我们一般人没有闻圣教，我是我，他是他，怎么会是一体呢？啊，这个没有高度智慧呀、啊，气入宇宙人生境界、啊，不可能能了解这个真相。哦，所以儒家的圣贤人。 都有提到“名包物语”，啊，万物跟我啊是一体不分的。啊，道家讲“天地与我同根”，啊，万物与我一体。啊，佛家讲“同体大悲”。啊，儒道是气入境界的人，他知道这个真相。啊，甚至于啊。 这个夏威夷啊，有一个疗法，他这个治疗的方法，比方说对方生病病得很重了，啊，就观想对方的身体啊跟我合在一起，啊，然后呢，不断的呢，用好的意念，啊，他有讲到啊，啊，这本书呢叫《灵极限》。 啊，用四句话，啊，来不断的啊祝福对方。啊，这四句话讲到的，啊，对不起，啊，请原谅我，啊，谢谢，我爱你，啊，这四句话，每一天呢，观想呢，对方跟自己啊合为一体。 啊，然后每天花半个小时的时间祝福啊，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呢，就有很明显的效果。哦，这一个方法呢，在世界当中啊，治愈了不少人。哎、哦，而这四句话当中啊，很重要的呢。 不只是啊祝福对方，更重要呢，用这四句话呢，把自己的真心啊唤醒。哦，我们常常念啊对不起，请原谅我啊，把我们很多错误的意念啊，曾经做过的罪业啊，把它这这些错误啊洗涤掉。哦，那常常说谢谢能。 就对一切人充满感恩，哦，那最后我爱你，时时对每一个人都是充满爱心，哦，那从这一个结果来看，哎，为什么能够治愈对方的身体？假如他是他，我是我，怎么会产生效用呢？哦，所以。 英雄所见呢，大略相同，不只是我们东方的圣人，西方灵性很高的人，他都有这样的气入体悟。哦，甚至于我们讲，不只是人，包含动物，它都有灵性啊。哦，在历史当中，我们看到。 好几个例子，啊，有一个军人啊，他很有爱心啊，放了一只白色的龟。结果若干年以后，他有一次战役啊，已经被逼绝了，无路可逃啊，跳到海里。他们军队啊，大半的人都淹死了，几乎啊，没有人生还。 结果，他在要灭顶的时候啊，突然感觉呢底下啊有个重量把它撑起来了，哦，有个力量把它撑起来，就是他很多年前放掉的那只白龟把它救起来。那我们想一想啊，这白龟又没有装行动电话，是吧？ 他又没有装通讯器材，为什么他知道这个人今天要遭这个大难？这都有灵知啊，这是一体，他有感应啊。哦，所以很多时候这一些宇宙人生透彻的道理啊，有时候我们一听很难想象，但是是最有福的事啊。 不怀疑这些圣人说的话，啊，按照这样的心境去处事待人，这一生智慧灵性啊，一定有非常大的提升。我们再举另外一个反面的例子，啊，发生在中国大陆，有一个人呢，给他的朋友建议，哦，说你体弱多病了。 你吃老鹰的小孩啊啊，吃那个小鹰啊，对你身体很好。啊，他给人家出这个馊主意啊，结果呢，他们杀了这个小鹰啊，后来这个老鹰呢，报仇不止啊，抓杀害小鹰的人，还去抓那个出主意的人。 这个出主意的人讲话的时候，老鹰又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去攻击那个出主意的人，所以这个都有灵知啊，是一体啊，他可以感知到这个事实啊，是那个出主意的人自己讲出来的。他说：“奇怪了，我又没有杀那个小鹰，怎么那个老鹰这么恨我，要抓我？” 难道他知道是我出的主意吗？哦哦，所以不能伤害人呢、啊，不能伤害一切的生命啊，因为啊，跟我们都是同体的。好、哦，而从小孩子、啊、受的污染比较小、啊，特别能够感觉到一体。 啊、哦，像两个孩子在玩耍，啊、哦，刚好前面那个孩子不小心跌倒了，哇，跌伤了，啊，这个倒下去，冲力很大，砰，很响、啊，当事人还没回过神来啊，哎，后面那个孩子哭起来了，啊、哦，他妈妈问他，你为什么哭？ 他说很痛啊！哎，奇怪了，不是他跌伤，为什么他觉得很痛？因为孩子呢，他没有那个分别你我，他很容易感知到对方，不只感知到孩子。哎，父母伤心了，他他可以感觉到，陪着父母流眼泪，这个我们都有见过。哦，那很多家长不体会这个。 同体啊，小孩这种能力比较强啊，啊，反而批评他的孩子，是他跌倒又不是你跌倒，你哭什么？那慢慢慢慢，孩子就开始分别，他是他，我是我了，还、啊、又执着了，自私自利就越来越强，就不能感知对方，所以现在变成什么？变成讲一句话。 让对方痛苦万分呢、啊，自己都没感觉的。哦，所以本有的那个同体的慈悲心都被这个欲望啊给障碍住了。好，所以真的对这些道理不明白啊，可能当父母、当老师的都在误导孩子，都说不定了。好，好，接着。 我们假如体会到皆无同胞，皆无一体、啊，这个心境能提起来啊，说孰非当爱敬者？那有谁我们不应该敬爱的？爱敬众人，即是爱敬圣贤。好、哦，我们能去爱护众人，其实啊。 也就是在爱敬圣贤人，为什么呢？经文讲到的，因为我们去爱敬他人，就能呢、啊，能通众人之智，即是通圣贤之智。你有爱护他的心，你会去了解他的心智。 他的需要啊，不管是他物质上的需要，还是精神上的需要啊，你会希望啊帮助他啊，给他幸福啊，所以能够了解到怎么给社会大众幸福啊，其实这一份心啊，就跟圣贤人感通啊，因为圣贤人呢，他是胸怀天下。 哦，他是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啊、哦，我们中华民族至圣先师孔老夫子，啊、哦，他一生忧国忧民，啊、哦，从《礼运大同篇》呢，就可以了解到他老人家的志向，而他的志向，就完全跟天下。 人啊，跟人民的幸福啊，是完全相契的。哦，《大同篇》里面讲，是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鳏寡孤独废疾者，皆有所养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句话。 夫子这个胸怀啊，对于每一个年龄层的人，啊，甚至于是弱势的人呢、啊，那个关怀备至啊。而我们在两千多年之后再来看夫子之志向，现在社会当中最严重的老人问题呀、啊，怎么让老有所安？而且每一个人都会老啊。 假如对老人的晚年不能够很好的照顾，安度晚年，那天下的人心啊，怎么能安定呢？啊，人中年的时候光想到老人没有依靠啊，这个人生非常不能安乐、啊，充满担忧啊，充满对未来的害怕了。 壮有所用，现在失业率那么高，幼有所长，现在孩子教育问题很多，孩子又是未来的主人翁，下一代没有教好，这社会没有未来呀、啊。哦，包含鳏寡孤独废疾啊，这些人生从出生或是人生阶段有不幸的人，假如人。 不能有爱心啊！他们已经不幸了，可能遭受到更多的忽视跟欺负了。哦，哦，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，能够去爱敬众人，那是真正的、啊、将圣贤人的教诲做到。这圣贤人在天之灵最欣慰，包含。 啊、哦，我们这些教诲来自于师长，来自于有德行的善知识啊。我们真的去爱敬众人呢、啊，是他们最欢喜看到的。啊、哦，他们无私无我，最希望我们依教奉行啊，啊，能够真正呢、啊、利益这个社会、哦。所以我们的存心啊，都是理解。 整个社会大众的需要啊，怎么带领他们走向幸福啊？这个跟所有从古至今啊的圣贤人的心相应了。啊，所以我们人这一生以实践大同世界为目标，那就跟夫子的心啊是相应的了。好、啊，那我们就神交夫子啊。 啊，他老人家冥冥当中啊也会护佑我们，啊，所以接下来讲何则圣贤之志？什么是圣贤人的志向呢？就是啊，本欲施事施人，各得其所。就是要让这一世的人呢，啊，这世间的人呢、啊，能够家庭安定。 啊，安居乐业，过上了幸福的日子。啊，我之前啊有听过啊，我们新疆郝铁龙董事长啊，他在他的企业落实传统文化啊，我听他分享他所做的，哎，突然就感觉这个礼运大同啊。 好像浮现在面前啊！他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啊！他办这个企业啊，希望照顾员工啊，进而给社会做出榜样啊！他没有私心办这个事业，选贤举能，他栽培干部，同时啊，他的员工干部啊。 做服务的人员呢，啊，在他们工厂里面呢、啊、办传统文化讲座啊，啊，让当地很多社会大众来学习，包含当地的党校都来学习，那党校都是官员呐、啊，那他选贤举能啊，帮国家培养干部啊，讲信修睦啊，这么多社会大众思想观念都能转向伦理道德。 自然人与人和睦啊，啊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教育很多人民，甚至是青少年下一代、啊，而他们公司有百分之三十的员工啊，先天残障、光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啊，所以我们听了非常感佩哦，所以接下来经文讲到的。 啊，无何爱何敬啊，而安一世之人，即是为圣贤安之也。这个何爱何敬，就这个、胸怀天下的心啊，而且这个爱敬啊，是真诚的爱敬，平等的爱敬，不分你我，不分种族。 不分宗教去爱护，那这样呢就安定这一个世间，安定这一方的百姓，那就等于啊，他把圣贤人的精神呢、啊，在自己的身上做出来，啊，即就是圣贤呢、啊、最好的学生，啊，所以圣贤弟子。 哦，包含所有正法的宗教，都接受啊伦理道德的教育，都接受了仁爱、慈悲、博爱的教诲，而这些宗教的神圣，哦，包含圣教里面的神圣呢、啊？ 世间人感觉起来呢，他比较抽象，啊，这些都已经啊不在世间的圣贤人，啊，如何让他们能相信啊这些圣贤人的教诲，真的能做得到？那我们作为这些圣贤的弟子，应该把他们的精神呢，在自己的身上。 落实出来，那社会大众就相信这些圣贤的经典教的是真正做得到的，哦，他不会产生怀疑，他不会觉得哇，现在的人都自私自利，哪有牺牲奉献的人呢？哦，像德雷莎修女啊，她、哦、到印度。 这么苦难的地方，啊，他自己身份也是很高贵啊，啊，但是他接受宗教的教诲，他完全把宗教圣人的精神去落实，哦、啊，照顾生病贫穷的人，啊，那全世界受他感动的人，受他照顾的人太多了，所以他是确实安一世之人。 而且是为圣贤安置，哦，包含新加坡的许泽女士，啊，还有我们最近呢了解到，啊，在非洲，啊，像斯瓦济兰，啊，马拉维、赖索托啊这些国家，啊，都有啊，这个慧理法师创办的阿弥陀佛关怀中心。 照顾啊，三千多个黑人小孩，这些黑人小孩有的快饿死了，有的生病啊。我们看那个照片呢、啊，那个卫生不好啊，饮饮水都有问题啊，那个肚子都胀得很严重啊，很可能都有生命危险。哦，所以他很仁慈啊。 照顾三千多个孩子生活之外呢，还让他们学中华文化。哦，这些孩子会背《三字经》啊，《弟子规》啊，哦，还会唱广东歌。哦，呃，三千多个孩子，啊、哦，而且呢，啊、哦，照顾的孩子持续在增加，这个确实啊。 都值得我们呢感佩，啊，他们是真正做到了，啊，把圣贤的精神呢、啊、表演出来。好，接着我们看呢，第三个纲领，何谓成人之美？啊，欲之在时，底之则瓦砾，堆浊则规章。 故凡见人行一善事，或其人自可取而之可敬，皆须诱义而成就之；或谓之讲戒，或谓之维持，或为白其无而分其棒，勿使之成立而后已。好、哦，这个成人之美。 孔子在《论语》讲到：“君子成人之美、啊，不成人之恶。”啊，所以我们学习孔子的教诲啊，这一条啊，一定啊要做到，这样我们才往君子之路在走。而这个成人之美呢，成就一个人的。 德行，成就一个人的善的心愿，这个都是包含在这个成人之美当中啊。甚至于成就一个人才，哦，因为人才啊是国家社会最重要的财富啊、哦。你一个团体呀、啊，有有人才、啊，他就可以兴旺起来。 但是人才啊，他是需要培养，他需要慢慢的成长起来，那就需要很多人的栽培、鼓励、爱护啊、哦。所以这里譬喻到这个美玉啊，玉之在石，砥之则瓦砾呢。说这个玉石，你不去琢磨它。 哦，就像《三字经》讲的，“玉不琢，不成器”，你不琢磨它，啊，你看一看呢，它好像没什么价值，把它丢掉，那它跟一般的瓦砾啊、石头啊也没什么差别。哦，那人才没有发掘、没有培养，那跟一般的庸俗之人呢也是一样的了。 堆琢则规章，这个堆琢就是懂得呢，雕塑它，就能成为规章就是很好的玉器，就变成宝物了。所以呢，故凡见人行一善事，啊，看到这个人，啊，他的动机很好啊，啊他看到社会很需要的。 事情啊，他主动啊去带头，或其人自可取而知可敬，就是你观察到呢，这个人很有志向，胸怀博大，啊，很有利益团体、利益社会的存心，啊，有这个特质啊，知可敬，他有这个人格特质，啊，这的时候啊。 要这个可敬呢，就是要帮助他、提升他。具体的做法啊，皆须右翼而成就之、哦。不管是善的事，还是一个很有潜力的人，我们都可以啊诱导，然后呢扶持他，啊啊，好事。 啊！发动大家来做好的人才啊，默默的鼓励他啊，支持他啊，不管是啊在物质上或者经济上支持他啊，而成就之啊，成就他的因缘，成就他成为一个人才，或为之讲戒。这个讲就是奖励他，这个戒呢就是肯定、赞叹他。 啊，因为人在成长过程呢，他也会有起伏，也会遇到挫折，啊，这个时候事实给予他肯定啊，啊，他会受到鼓舞，啊，或为之维持，这个维持就是帮助他，或为白其乌而分其棒，这个善人呢，有时候招人嫉妒。 受到人家的冤枉、啊、毁谤的时候，啊，我们能够啊澄清他的冤屈，进而啊分担他所受的毁谤，啊、哦，让他呢，啊、哦，能够啊不至于消沉，让事情啊不至于败上。啊、哦，所以勿使之啊成立而后已，务必啊。 能够互念帮助他，成立就是他真能成才，这个利益众人之事啊，也能办成。好，所以俗话讲的，好人做到底呀、啊。好，的这个心态。接着呢，经文讲要分析到为什么。 善人反而会遇到啊一些挑战磨难，因为大抵人各物其非类，乡人之善者少，不善者多。善人在俗啊，亦难自立；且豪杰真真不甚修行机，多易指责，故善事常易败。 而善人常得谤，为人人长者，匡直而辅义之，其功德最宏。这个大抵人各恶其非类啊，就通常呢，一般的人呢、啊，他会对啊跟自己不同类的人呢、啊，会有一种排斥。哦、所谓“方以类聚啊，啊物以群分”。 啊，哎，思想观念跟他相近的聚在一起，啊，比方比较喜欢玩乐的人聚在一起，啊，他看人家很用功读书啊，他反而就揶揄别人了，啊，然后捣蛋都有可能，啊，他看人家用功，他不欢喜了，就物其非类。啊，其实这个。 情况啊，我们整个成长过程当中去回想，啊，比方读小学的时候，哎，新的同学、啊、转到班上来，啊，有几个同学，这个喜欢欺负人的，啊，对那新同学、啊、就百般给他刁难，好、哦，欺负他，啊，甚至于他有哪些好。 优点呢？啊，还批评，啊，不赞叹。那我们那个时候看到了，哎，懂得体恤这个新同学，啊，帮他说话呢，爱护爱护他，照顾他，那对他当时候就非常重要了。好，啊，包含新的同学。 啊，来到我们的团体，啊，那假如人比较自私的，哇，那新来的人要欺负他呢，把很多工作都交给他，自己不干了，那这个新来的人压力就很大，啊，那你这个时候能够从旁啊体恤他，协助他，那他就感觉到温暖。 啊，人家给他很多工作，你帮他分担一下，哎，好。而人呢，会物其非类啊，我们去理解到呢，就嫉妒心扶不住、哎，看到对方比自己好，不高兴了，批评，或者啊，我们这一群人呢，他有既得利益。 遇到正直的人，啊，遇到要为团体磨福的人呢、啊，会障碍影响到他磨自己的自私自利，啊，这个时候啊，他们就会集体啊，啊，来毁谤，啊，来障碍这个善人，啊，这个从历史当中啊，常常看到。 啊，看到国家危难，啊，很多公平正直之人，啊，起来呀、啊，改革整个朝廷的风气，啊，这个时候腐败啊，既得利益的人就百般刁难这个公正的人，哦，所以从底下的经文看到，啊，一般。 啊，平人民呢？啊，社会大众，这乡人啊，善者少，不善者多。好，真正念念为他人、为团体着想的人呢，比较少。啊，所以善人在俗啊，他在现在这个现实社会当中啊，亦难之力。 容易受到啊别人排挤、啊，有时候很难立足。你比方说，他到一个团体里，大家呢都不珍惜公务。他非常爱惜公务啊，人家都看他不顺眼了。啊，哎，很多人在贪污，他非常廉洁、啊，他必然受人家的排挤。 所以，且豪杰也真真不胜修行机啊，多易之者。这些英雄豪杰啊，这个真真就是他很正直，不会啊跟邪恶啊跟利益妥协。他的行为啊，他不愿意去讨好别人，他不用那些心机。 那有时候呢，他的言行啊，毕竟还没有达到圣人境界啊，有时候会，哎，这个言语稍有疏漏，或者表情啊，可能啊，刚好在思考一些问题啊，礼貌上有时候啊，忽略了一些细节，好，这个时候啊。 有心人呢、啊，就抓住这个这些小地方啊，就借题发挥啊，没有去肯定他的无私，肯定他奉献的精神啊，反而就这些这么细的东西啊，一直攻击他啊，就多义指责啊，所以故善事啊，就常易败。 那当然，假如这个团体领导者他不是啊，很会看人，很会分辨事情的曲直，他可能多听了之后啊，就产生错误的判断，造成了善事常易败，好的事不被支持了，善人常得谤。 啊，他一听进去了，哇，这个善人不被重用，啊，甚至于啊被免去啊这个官职，啊，这从历史当中啊都有看到。哦。所以为人人长者，匡子而服育之，其功德最宏。啊，唯有仁慈的人呢，唯有。 非常有社会见识、阅历的长者、啊，他能看得清楚，进而呢，积极的匡正世俗啊错误的见解、错误的看法，好、哦，把这些诽谤厘清，哦，而服役之日这个服役就是。 保护他，支持他好，然后呢，让善人善事啊，可以得以成就，所以这样的功德啊，是最宏大的，最可贵的。好，好所以从这一段我们可以了解到。 要栽培一个人才不容易，要有非常多的用心啊！要在很适时的时机点呢、啊，鼓励他；要在很重要的关键点呢、啊，要站出来把是非、邪正讲清楚，不然整个团体呀、啊、就是非不分的啊,啊！所以这个时代、啊 要真正做事，要真正为团体出力呀、啊，不能不讲公正的话，不能呢、啊、怕得罪人，啊，要把大众团体的利益摆在前面，而不是啊讲人情，而不是怕谁不高兴了、啊，啊，把很多是非啊都混淆。 而事实上呢，假如是真正人人长者、啊、做错事的人，假如我们不能把这个是非曲直讲清楚，其实看起来好像他得逞了，他诽谤别人呢，他占上风，事实上呢，他是最可怜的人。 真正明白道理的人，你去阻止他的错误啊，是对他的慈悲，因为他继续造恶，而且他有权利啊，他影响的面太大，他的罪业就更大。所以这个人人长者啊，不止爱护了正直的人，同时对于这一些诽谤别人的人、有权利而做出事的人。 阻止他们继续犯错，那是真仁慈。哦，那当然不跟他们对立，进而再透过善巧方便呢，提起他们的善行正念。哦，这个很重要。好，接着我们看呢，第四个纲领。 劝人为善，好，我们把经文呢、啊、念一下。何谓劝人为善？身为人类，孰无良心？是路易义，罪易莫逆。凡与人相处，当方便提息，开其迷惑，譬有产业大梦，而令之一觉。 辟有九限烦恼，而拔之清凉，为慧最普。好、哦，什么是劝人为善呢？这个经文呢，讲到身为人类，哦、他生在这个天地间呢。 而天地之间呢，人是很尊贵的，啊，三字是讲讲的天三才者，天地人，人有好的教育啊，可以气入到天地无私之德行，哦，所以只要身为人呢、啊，孰无良心呢？谁没有天地良心呢？而世入意义啊，最易莫逆，这个意义啊，就是。 忙忙碌碌，好、哦，那大家去体会啊，人忙忙碌碌啊，他就不能冷静下来，去深思人生的意义，最后啊，就随波逐流了，好、哦，所以最容易啊，莫逆就是堕落啊，沉沦。 所以，人走这一生的路啊，忙忙碌碌啊，不知道在忙什么，好像停不下脚步来。哦，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呢，能得到别人呢、啊、智慧的引导，他才能去反思他的人生。哦，不然。 确确实实啊，人内有贪嗔痴慢这些习气，外面的诱惑啊，又空前的有力量啊、哦！现在整个社会啊，财色名食这些欲望的诱惑太大了，哦，他没有好的人的引导，他没有办法判断。 所以他一成立了，可能就啊都是啊利欲啊熏心啊，不可自拔。哦，所以经文讲到呢，凡与人相处，当方便提息呀、啊，开启迷惑啊，跟我们的家人、跟我们的亲朋好友，这一生有缘呢、啊。 都应该啊，尽一份道义。啊、哦，《弟子规》讲的善相劝，德皆见过不归道良，道两亏。啊，包含在经典当中啊，哦《孟子》讲到的，教人以善，谓之忠。对自己的亲戚朋友忠诚表现在哪？你引导他向善。 不让他堕落、啊，这是对他的忠诚。哦，那包含《论语》讲的“忠焉能无悔乎”？对一个人忠义啊，怎么可以不提醒、教诲他呢？哦，而在与人相处，要劝他为善当中啊，还要懂得、啊、善巧方便，哦，来。 提息啊，这个提息呢，就是提，就是能够啊增长，引发他的善心良知，好，引导他呢正确的思想啊，放下错误的思想。 哦，你比方家庭当中啊，团体当中要教啊孝，要教爱心，而不是教竞争。那现在幼儿园就开始教竞争，四路意义啊，最易莫逆啊，他从小就竞争，慢慢的斗争，哦，战争，那这个。 路啊，是一条死路，哦、oh,，那赶紧把它拉出来，这个错误的思想观念，所以开启迷惑，就解开他对人生啊错误的见解，好、oh,，然后化开他的迷惑，这样呢，就好比啊，让一个人呢、啊。 啊，从长夜大梦当中啊，另之一绝，就是他，在一个噩梦当中啊，啊，你把他给叫醒了，啊，不让他继续啊受苦了，啊，因为人思想观念一迷惑、啊，他就造作罪业，最后他的人生一定是痛苦的结果。哦、啊，辟有九限烦恼和八字清凉。 啊，譬如啊，他现在烦恼当中啊，啊，人有时候啊，这个念头转不过来，那一个礼拜都能搞得长了很多白头发，就很很苦恼啊，啊，甚至于还有会想寻短见都有可能。 那能够给他正确的引导、啊，那就好像他在痛苦当中啊，身心俱疲啊，你赶紧把他拉拔出来啊，让他得到清凉，哦、啊，让他能啊离苦得乐了，哦、啊，这个为慧最普，也确确实实啊，人有时候一念转不过来，就好像在地狱啊。 一念转过来，觉悟了，就好像到天堂一样了。所以这样劝人为善呢、啊，当事人所得到的实惠利益啊，最普就是很广大的啊，不然他几乎就不能喘息了啊，甚至他转成转烦恼为菩提，转危机为转机呀、啊。 哦，转悲愤为力量啊！这个都要靠劝他、引导他。好，接着呢，经文讲到韩愈云：“一时劝人以口，百事劝人以书；教之与人为善，虽有行机，然对症发药，时有奇效，不可废也。失言失人当，当反不治。” 这个我们刚刚这个经文呢、啊，譬喻到的啊，长夜大梦啊，让他另之一绝，久陷烦恼，拔之清凉，这样的实惠是最广大。我们举一个实例啊，啊，像胡小林董事长，他还没有遇到师长，没有遇到圣教。 他是得忧郁症又想自杀的，但是他明白圣贤教诲，尤其学了凡四训以后，他说：“该是我的福报就是我的，我为什么这么烦恼、这么痛苦干什么？”他真是八字清凉啊！念头一转，病就好了，而且事业越做越好、啊。这个确实是为慧最普。 而且呢，他又把这么宝贵的人生经历告诉别人，大家都效法学习他，不止他受到很大的利益，啊，听到他整个学习分享的人，命运都能改变，啊，所以这个劝人为善的功德非常大。而韩愈这一段话提到的。 刚好这个人遇到很大的困难，你及时的劝导他，啊，帮助他渡过难关，百世欠人一书，啊，就像这一本《了凡四训》，明朝的经典，经过了几百年了，我们都还受益，啊，都还有广大的人群啊，因为这一本书改变命运，啊，而。 韩愈这一段话呢，啊，接着作者分析到，教之与人为善，啊，就是你用言语劝人，用书劝人，好、啊，而与人为善的例子，啊，前面提到大顺，他也是劝，他用身教，啊，去影响到这一方的百姓。 或者是啊，能够用言语啊去劝导别人，这个在做法上啊，可能跟劝人以书不大一样。但是呢，啊，这个虽有行机，就是他做法不一定相同，但是利人的心是一样的。 而且呢，每一个情境、每一个因缘呢，都有差异。哦，我们因时制宜啊，而且呢抓住啊时机点啊，气里气机就好。哦、所以叫然对症发药，时有奇效，不可废也。那个一时间抓到一个机会点，可以。 真的让人呢转迷为悟，这非常好，这功德是圆满的。啊，当然啊，能写一本像《了凡四训》这样的书，啊，利益百世的人，这个功德也是圆满。哦，而虽然这一时劝人一口啊，一时与人为善，好像事情啊。 已经过去了，但是这个风范它还在，依然呢影响着后世，所以舜王的德行风范还影响到四千多年的我们啊，因为他是用真心做出来的，啊，记录在史册当中啊，典籍当中，依然呢可以利益长远。 啊，尤其德育故事，啊，七百，啊，八十六则圣则人，他们也是做出榜样，啊，也很多是劝人为善与人为善呢，啊，到现在啊，我们大家受到他们这个榜样的感召。 所以失言失人，当反无智。这里是提到，当我们劝人为善，假如对方不能接受，啊、哦，这个叫失言啊、哦，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啊，这在《论语》里面讲到，跟他讲的时机还不够。为什么呢？信任。 不对，啊，信任不足，场合不对，那我们这个时候讲话就错了，啊，他很多人在旁边，你劝他的缺点，那他面子受不了了，哦，这叫誓言。那信任不足怎么办？啊、哦，保持沉默。 但很重要的呢，自己要做榜样，啊，对方对我们的信任提高，自然呢、啊，劝他的时机啊，慢慢就可以成熟。这个诗人就是该跟他讲，可语言而不语之言，啊，他信任你，你真的可以劝他，啊，但是我们，啊，感觉啊，顾忌太多。 啊，错过了这个劝他的时机啊，那就有失这一份道义、啊，就有点呢、啊，是对不起他这个人的味道了。好、哦，好、哦，所以今天假如啊，我们亲朋好友，哎，他真的很真诚谦虚呀、啊，啊，希望我们啊，给他一些忠告啊，提醒他一些不足啊，他已经表达这这一份态度了。 我们不跟他讲、啊，这个也是失人了、啊，哦，所以当反无智，哦，劝人不能被接受啊，不能怪对方啊，要反省是不是自己的智慧善巧不足，哦、好，接着我们看到下一个纲领了、啊，何谓救人为己？ 患难颠沛，人所时有；偶一遇之，当如通关之在身，速未解救。或以一言生其曲意，或以多方济其颠连。啊！崔子曰：“惠不在大，富人之急可也。盖人人之言哉？”这里讲到。 在人危险、急难当中啊，去帮助他，啊，不管是物质上的危机啊，还是精神上的危机，啊，人这一生呢、啊，患难颠沛啊，人所时有，啊，人生路上不可能一帆风顺，啊，会遇到一些急难，啊，遭遇一些不幸。 那我们看到别人患难颠沛了，用什么心情来对待呢？偶一遇之，我们遇到这样的人，当如通关之再生，数未结束。就好像啊，自己身上长了这个通关，就是。 身体的疮溃烂了，然后呢，那个痛啊，就一直在那里，相续不断呢，哦，那个连觉都睡不着，啊、哦，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境了、啊。假如自己的疮都溃烂了，就要赶紧擦药，赶紧看有没有医生能治疗，啊，一秒钟啊都不会耽搁。 因为那个受太难忍受，假如我们用这样的心境去体恤别人在患难当中，那会马上伸出援手，就是人机己机啊，人力己力，所以速以解救。好、哦，那方法上呢？啊、哦，比方他受到别人的侮辱，他有冤屈了。 或以一言伸其屈啊，这个时候讲公正的话啊，帮他伸冤，化解他的这个冤屈啊，或以多方济其颠连啊，或是呢想方设法啊，用各种管道啊，或者。 凝聚啊，很多的多方的力量啊，来帮助他的度过这个不幸啊，会多方积起点点啊，像范范公啊，他对于整个家族几百口，这几百户人啊，包含对社会当中啊，他所遇到一些苦难的读书人。 啊，需要帮助的人，他都是尽力去帮助的，啊，这个是做到了极其颠连。哦，那现在的人呢，精神生活、啊、非常匮乏，哦，很多思想观念呢、啊、错误，哦，那活在痛苦当中，啊，能把圣贤教育啊。 送到他手上，送到他的家庭了、啊，这个确实对他也是救人危急。哦，比方，哎，有一些人呢、啊，啊，他还没有接触到伦理道德，接触到中华文化，哦、他铤而走险要犯法了，啊，突然在那之前还没做，听懂了道理、啊，他不去做伤天害理的事。 这个也是救他为己，不然他一生就毁了。哦，有一些夫妻要离婚了，啊，听了这些好的道理、啊，不离婚了。这个也是很为难的，为什么？他的孩子，人生就遇到最大的不幸了，啊、哦，他不能有完整的家来成长了。 所以这个现这个时代呢，精神上的危机啊非常普遍，所以现在忧郁症呢、啊、自杀率这么高，都凸显出啊精神上的危机。啊，我们认识一个长辈啊，啊，他看了这个圣贤教诲，改造命运呢、啊。 他很感动啊，他觉得里面很多的主人翁啊的人生，能够在错误当中回头啊，浪子回头啊，就是因为听了古圣先贤教诲啊，他就啊沿路啊派发这个圣贤教育改造命运，然后每一所学校啊。 他都进去送，啊、哦，跟他们的校长、跟他们的老师好好谈，希望这些教育界的人呢、啊，都能先看、先重视伦理道德教育，哦，所以这个这份精神呢、啊，让我们也很感动，哦，他希望学校有这些好的教育啊，以后这些孩子不要再走这些错路了。 崔子曰：“惠不在大，富人之疾可也。盖仁人,人之言哉？”这个崔子是明朝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啊，所以从这里我们感觉到，人终究有一死，但是他的精神可以长存，他好的教诲呀、啊，可以留在这个世间。这是人一生呢。 几十年所产生的永恒的价值，啊，所以恩惠不在大，能够及时的解决人家的为难是最可贵的，啊，这个都是很仁慈的人讲出来的。而我们看这个救人为己，现在在比较发展的。 国家当中啊，物质上的危机相对少，哦，很少说听到说饿死。当然，非洲很多，啊，这个救人危机在非洲物质上的需要是很急迫，啊，我们可以啊节俭去帮助这些濒临饥饿的人。而在都市里面呢、啊，精神的危机特别严重。 从大的来看呢，现在天灾频繁，这是结果。原因，做不善，降之百样子摆。哦，现在一个灾难来，几十人、几百人，甚至上千人的命就没有了。但是，假如这一些人能早一刻在灾难之前呢，转恶为善，他可能就能够。 化解这个灾难，哦，所以确实为己哦，所以行孝不能等呢、啊，还有行善不能等。好、哦，那要让人心能相信伦理道德教育，进而他接受，然后去奉行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基础啊。 就是他必须呀、啊、看到榜样，不然他觉得这是过时的了，这是理想了，那没有榜样出现，他信心建立不了。那再好的智慧经典，没人要学，那这些危难解决不了啊！所以最危急的。 就是信心危机。那我们能体会啊，现在最大的危机啊是信心危机。那我们学习传统文化的人，都要有一种使命。好，自己呀、啊，要做每一个身份的榜样啊，做太太的，做丈夫的，做父亲、做母亲的，要做榜样。 啊，在各行各业要落实之后呢，成为榜样，这个最能化解现在的道德危机啊！所以企业界啊，胡晓林董事长啊，郝铁龙董事长，他们是很好的榜样榜样啊，包含学术界啊，刘玉丽教授是好榜样。 啊，公务员啊，刘树云老师啊，是很好的榜样。哦。哦，包含在司法界，我们张发厅长啊，银行界哦，都有啊，很多落实的非常好的榜样啊，像赵行长。 都是好的榜样哦。那银行界也是诱惑比较多啊，他能树立榜样啊，都给予我们信心啊。包含教育界吕杰校长是榜样哦。好，那顺何人也？于何人也？有为者亦若是。我们有这个发愿做榜样，天下无难事啊，只怕有心人。那今天的课程呢？ 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，好，谢谢大家。